实当时真的特别难受，因为，哇，我们这个从开头就看到结尾了。对，从开始就能看到结尾，就知道一定是会分别的。这么快就过完了，感觉昨天我们才刚刚跳了重装舞，还在开演唱会，还坐在一起吃饭聊天。我会慢慢地适应没有兄弟们在身边陪着我的生活。谢谢你们陪我走完这一段。哎呦呦，那个，没事，我真的。